我徒弟二强来看我了啊，给我带了2个串儿，1瓶啤酒，都凉了，也不知道给买块肉啊，整2串这个5块钱打发了，我等一下去他房间看一看他，找他谈谈心。Later，徒弟师傅快休息了，啊？能不能安排一场？啊？直接说主题。请我吃大骨头去呗，啊？请我吃大骨头去，啊？等我休息的时候吧。你看你这乱了，也不知道收拾收拾，咋弄的跟那烛光？呀！这是啥？这还是你弄的那个？你休息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我都没去过。你啥时候休假？你1个月天天上班没休息？下个礼拜三休息。下个礼拜三休息啊？下个礼拜三我不上班，我也等着，得想吃你一顿饭了，啊？没毛病。啊？你把我你不是你把你名改了吧？啊，改成啥？改成大傻强或者改成光头强那种啊？啥字儿都好听啊？改成憨憨。哎，别憨憨了，不好听。哎呀，跟烛光你这弄的啊！这个房间交给你了，你看你不知道收拾收拾。哎，你都改成大傻强吧，中吗？大傻强，你给我滚吧你！大傻强这个名字还是不错的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傻强。啊，这个大家好，我是光头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傻强，傻大强，傻大强也可以着呢，中吗？这个我跟小王的视频发了，去看去吧，朋友大傻强，们。赶在大你傻吃，强，赶在你吃那个下班前，吃完了。呀呀，你看你那个龅牙快掉出来了，滚滚滚！